Hello 大家，我今天就想讲一讲咧，之前我就有一只嘅随机八二嘅 Pokemon 啦。好，睇下咩嚟啦。首先我哋拣 Seven， 哇，皮皮仲要最细只嗰只，好、哦、中间啊度，哇，暖暖住铁甲犀牛，哇，水水蓝，我的天啊！咁呢一度咧就系、是、用呢一个嘅软件，咁就做一做个教学，话俾大家听点样整啦。咁首先咧，你就要先对到呢一个嘅软件嘅网站度先。咁呢一个嘅连结咧，我会放喺下面简介度嘅。先去到官网下载，咁你揿个 download 咧，就应该就会出现呢一大堆嘢。咁我都示范一下啦，揿出嚟俾大家睇下啦。呢度系啦，咁你出到呢度之后再揿 download 啦，就会出现呢一堆嘢啦。就揀翻 download EXE version， 咁我大部分咧我都系会用呢个 EXE version， 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揀呢、這个，咁啊拣翻适合自己嘅再 download 啦，我就揀呢个嘅。好，咁 download 完之后咧就可以解压，解压咧就会得出咧以上呢啲嘅资讯啊，系啦呢几嚿啊，咁我唔知点解，因为呢一个有啲问题，所以我就解压多次啦呢度，系啦解压多次，咁然之后再揿翻入去啦，呢度开呢一嚿，好啦。咁就会出现咧呢一个嘅软件啊，呢一个软件咧就系我哋所需要嘅软件啦。咁首先第一步咧就要 open 呢一个咁啦，就揀翻你想改变嘅一个嘅档案啦。咁就系攞八二为例先啦，系啦。咁揿完之后咧，你就会见到呢个图标，一个精灵嘅图标，咁就完成咗，可以入咗去，入咗去捞呢一个嘅软件度可以设定噶啦。咁其实咧我都唔系好熟悉呢一个嘅软件嘅啫，不过可以话俾你听咧。一啲嘅等等資料啦，系啦，咁啊逐個逐個講啦。呢、這、一個 base 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呢個咩嚟啊。我知啊，呢、這、一個咧佢就係話咧 Pokemon 嘅一啲基本嘢咧，你係想佢咧隨機進化定係點樣嘅？係啦，佢有分咧，你如果撳咗呢個，佢就會撳咧 follow evolution， 咁就應該係進化嘅。我唔識讀啊，可能讀錯咗啊嘛，唔好介意啊各位。好，咁下面呢一度 Pokemon type 你就係咧精靈嘅屬性啦，你又可以教 random。Random 嘅就系 follow 呢一个跟随进化，即系话进化咗咧，都系个属性唔会改变，唔会大改变嘅，系啦。呢一个就应该每次都唔同，系啦，每次都唔同啊！进化咗属性之后系好，系啦，呢一度都有讲啦，进化系点样嘅精灵啦，系一样嘅属性啦，咩强度等等啊，有冇三个状态啊等等呢啲系啦，都有得调整嘅呢啲吓，都可以玩一下嘅。呢一度就系御三家，咁呢一度全部都系乱码。如果你系拣中文咧，就会乱码嘅；但系拣英文，你就可以自己设定嘅。然之后咧，呢一度就系完全随机啦。第三个就完全随机，第四个就系咧随机精灵，但系咧佢又有两个进化嘅，应该就有两个进化，即系譬如之前玩铁甲暴独角犀牛嘛，铁甲犀牛就可以进化到铁甲暴龙加超铁暴龙嘅，系啦。咁我就冇进化到啦，冇拣到佢啦，御三家。好，然之后下面嗰个咧，其实唔太清楚呢个都系，因为啲英文佢讲得唔系咁知啊，所以每次睇咧都要揿入去点入去睇嘅。好，唔太清楚呢、这个，系啦，唔太清楚呢一、这个 in game trade， 即系随机嘅一啲交换啊，即系通常咧 NPC 有啲交换精灵啊嘛，咁呢一个咧就可以变到咧随机嘅交换啊，咁譬如呢一度右手边都有得拣啦，随机嘅名，随机嘅名啦。随机嘅技啦，随机嘅个体值啦，随机嘅道具等等嘅，系啦，咁呢啲就睇下自己喜好而搞啦。呢、這个 move data， 呢一个技能嘅资料啊，技能嘅威力啦，技能嘅唔知咩呢句，技能嘅 PP， 技能嘅属性系啦 ，update move 系咩意思啊？唔知呢个都好，呢、這个系应该系唔同嘅技能啦，我估系，即系只只精灵有唔同嘅技能咁样啦，好。训练家嘅精灵啦，咁呢一度咧就可以教翻训练家嘅精灵。你可以教咧第一个道馆系随机嘅，咁可能你第一个你打个比如你系关东嘅，咁可能第一个地区本来系岩石嘅，跟住变咗水系都得嘅，即系小光用水系都得嘅。咁呢一度就可以教随机啦，又或者系哦可以教埋强度添，系嘛？哦系，可以教强度添，可以教60咧。你中意玩呢啲挑战性地狱级嘅地狱难度嘅 Pokemon， 你可以试下呢嘅系嘛？好，野生精灵啊，野生精灵你都可以教乱咁嚟啦。啊 ，area to 一呢个 mapping global， 即系个地球性一个区域一个随机啦，呢、這个系都系一啲微调嘅东西嚟嘅。要唔要揸道具啊？呢度有写啊，set 几多咩
唔知咩意思呢句，唔用神兽呢个好似系，好啦，冇特别啦。技能方面咧，系啦，技能方面我都之前有教过随机嘅，咁用完之后咧，你就会发现咧，你嗰啲嘅招式机咧，全部都唔同样嘅，系啦，有唔同嘅一啲招式可以学嘅，可能系出现咩自我再生啊，又或者木角啊、冰针呢啲可以学嘅，咁所以咧。你如果有兴趣嘅就可以揿一揿啦，冇兴趣嘅话就有得去啦，揿 unchanged 啦，就系啦，咁就系不变啊变咗。如果真系有兴趣知嘅话咧，睇下你英文水平好唔好。如果唔好嘅话，都系要逐个翻译嘅，系啦，我自己都系逐个翻译，因为我唔太好啊。好，呢啲都系啦，咩道具等等啦，换道具好。ban 幸运蛋真系唔俾用幸运蛋喺度，咁有啲规限，有啲限制你可以选择嘅。咁呢一个就系成个软件嘅一啲嘅小部分嘅教学啦。因为小弟嘅英文非常之差，所以咧唔可以一一话俾大家听边啲功能有用，边啲功能冇用，边啲功能有咩用我都唔清楚嘅，系啦。咁呢啲就要靠大家自己去领略一下啦。如果英文好嘅话，系啦，英文好应该好快可以理解到，知道呢一个程式点样玩嘅，系啦。咁今次嘅教学去到呢度先啦，咁希望你可以用呢个软件用得都开心，玩嗰只嘅 Pokemon 都玩得开心啊！好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